大家好，我是力哥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的介绍 Fanatical 的黑暗奇幻音乐与音效捆绑包 Build Your Own Dark Fantasy Music and Sound Effects Bundle， 最高一档包含40件商品，最高折扣 96% off， 可以为你的项目增添浓厚的黑暗奇幻氛围。其中有5个来自黑暗奇幻工作室的全新作品。经常看我视频的小编应该知道这个工作室，他家的作品经常上 Humble Bundle 和 Fanatical。 这个捆绑包的独特之处在于它采用了自选捆绑包的形式，让你可以自由选择你最喜欢的内容。无论是制作迷你游戏还是恐怖项目，都会有合适的音轨为项目增添活力，例如幻想世界编年史为迷你游戏带来有趣的音轨， Cult 则为恐怖游戏和黑暗项目注入恐惧感， The Vanishing of Elizabeth Rose 则提供了一种充满神秘氛围的体验。如果你想打造奇幻氛围并让玩家感受到强大的攻击力，可以使用火焰法术、冰霜法术、水系法术和土系法术的音效包。如果你想增加神秘氛围， Haunted 的音效包将是个不错的选择。此外还有两个全新的音效包， The Dance of Love and Hate and the Witching Hour 可以用于探索个人和黑暗主题。如果你想表达平静安逸的氛围， Aurora 音效包将带来宁静和平和的感觉。如果你在制作角色扮演冒险游戏， Underworld 音效包将为你的项目提供一种寻宝的氛围，而 In Silence 音效包将为你的作品制造悬疑和恐惧，让玩家和观众倍感紧张。 A Story of Life and Death 包含了两个全新作品， Neon God 则提供了合成波和赛博朋克风格的原创音乐。除了以上内容，该捆绑包还包括 Footsteps Forest Sound Effects 音效包，为你的游戏项目增添逼真的行走声音， Monster Rower Sound Effects 音效包可以展现怪物的咆哮声音， Superheroes 音效包可以用于体现类似于漫威英雄的英勇时刻。此外还有其他音轨和音效包供你选择，看了一下使用许可，可以用于商业项目，并且没有数量限制。如果你想制作黑暗奇幻冒险游戏，需要一些优质音乐和声效，可以去看看这个资源包，我会把链接放在简介或者置顶留言里面。如果你想看到更多和游戏开发相关的资源介绍，记得关注我的频道，并且一键三连，你的支持是我更新视频的最大动力。我是力哥，我们下次再见。